时间1月12日亚洲邀请赛第三日第三局比赛正式开始。本局用途为海岛图艾伦德比赛，开始安全区刷占了地图西面水域面积，占了将近 40%。 落点方面， PLMS 等以刚猛著称的队伍皆选择落在圈外，做到了前期避战。 Actos 虽然侥幸躲开了 Novams 的压制，却无法像之前一样顺利转移，处在一个被前后夹击的位置。15分钟 AG 与 Actos R 狭路相逢， Actos R 扛着电网先后淘汰了 AFF 和 AG， 拿到6分，仅剩的两人在继续前进之时被17远点收下，惨遭淘汰。20分钟067依靠一把连狙架住 Rangers， 两人帮助队友成功转移，利用炮楼压住两面的队伍。最后时刻17满编淘汰 Rangers 与 CGX 独狼收下，单插独狼成功吃鸡，单场斩获20分。